好了会有灰尘，你再把它这样颠倒，灰尘又跑下去。对，我的习惯是你可以先稍微用擦手指把那个灰尘挡掉，如果不好挡，你甚至可以拿起来洗干净晾干，再重复用一次，懒得洗也没关系，你那个有灰尘的就是已经吸得很饱和，好像味道出不来的，拿去放鞋柜哦，或放衣橱，你又可以放你的抽屉，就可以放新的竹子。对对对对。他刚刚还半开玩笑的说那种就是洗漱机的搓搓的牙签，但它那个好像吸不上来，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叫芦苇根，它里面是有毛细孔，会有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它有毛细孔，它会吸。哦，所以也不是我们简单想的卫生筷就可以，可能吸不上去。你可以试试看啊。你没有玩过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我没玩过。好，但因为它的那个剖面图，你仔细看都是那种很小的毛细孔，对对对对。你可以拿 Seven 的啊 ，Seven 的也是有毛毛的。神奇哟！拿些香包给你。